瑰丽，身份相当矜贵，眉头笑眼睛雕金砌，使你着迷。万众哄哄热烈来造势，一句话即可得到一切，大能智慧气派绝世，绽放光辉。望远赏以心中美善，看到世间美丽，自信想能目空一切。你眼睛看出真与伪，送我最深一刻世，路再弯两心依然默契。望了天众星光灿烂，那似我心美丽，自信想能目空一切。伴你走纵千载百年，也会信守一世，爱到底似金坚全万世。你们再不放我出去的话，我就悬梁自尽。谢谢爹，谢谢娘。儿子，已经太晚了。为什么太晚？怡嫔已经被收押天牢，她明日午时就会连同公主和多禄一起受刑处死了。一切已成定局，就算你现在出去也救不了他们。救不了也要救，大不了跟他一起死。好，你去，你去送死之前先为我送终。娘，夫人，娘，不要，娘，不要，娘，不要，不要，娘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幼伟，当娘的最心痛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还心存孝义，就等我死了你再去吧。夫人，不要。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娘，幼伟啊，银嫔为什么要送信通知我们去接你？为什么要把你打晕呢？为什么不让你跟他一起去？银嫔做这些事就是不让你去送死，他想办法保住你的性命，你居然不领情，执意而为。难道你这么狠心连他最后的心愿也不帮他达成吗？娘答应你，如果你不再做傻事的话，等银嫔受刑之后，我们就风风光光给他立个牌位好吗？幼伟，我们会让银嫔进我们丁家的门，做丁家的鬼，每天上香供奉，有主有庙。有为啊，有为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再做傻事。各位列祖列宗在上，保佑多禄与孙媳妇远离厄运，逢凶化吉。恳请列祖列宗庇佑二弟与二嫂免于一死。天地有情，一切以天眼定善恶，以作孽定果报。金家上下恳请列祖诸仙保佑多禄与二媳妇重得生机，纵然减寿，定来喜在所不惜，但求天公显奇迹，云变色，多禄朝阳能获事。老天爷在上，德善相信好人自应有好报，天公有眼，绝不会要好人枉送性命，二少爷他们一定可以逃过一劫，吉人天相，奇迹是会出现的。吃饭了。姐姐你看看，是你最喜欢吃的杂米粥啊。我也有金华两头乌啊。一定是德善公主为我们准备的最后晚餐，她真是细心体贴。那我们就好好品尝，不要浪费公主的一番情意。知足常乐，终生不辱。知福福常在，怡然自心安。来，你也吃一块头乌，用来喝粥最佳搭配。谢谢相公。虽无家财万贯，喜有笑脸开颜。相公你也吃口粥，做人就知足。嗯，好吃。笑看世间事，前路我自行。风高浪急何足惧，相伴携手抗逆去。劝世贤文我也念了不少的。
声音厚重，阴霾满天，有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？现在是什么时辰根本不重要，皇上心静心悦，这一刻才是最好的时辰。皇上今日郁闷难舒，与其心绪紊乱，倒不如带臣妾陪皇上回甘露殿对弈，全神贯注局中变化，借此可以忘却心中烦忧。白家，有刺客，出家来人呢？大胆逆贼，竟敢行刺朕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叶庭局的布世峰。大胆奴才，你竟敢行刺皇上，是弥天大罪，理应凌迟处死。谁说我要杀皇上？我要杀的人是你这个贱人！你放肆！贵妃，你与贵妃有何深仇大恨？为何要将她置诸死地？我与宫女红碧对食，但是红碧开罪这个婆娘，被她斩断手筋，折磨而死。为何天无眼？为何她每次都福大命大？每次？第一次，在御花园，锦多禄差点做了替死鬼，而我的同伴，成为刀下亡魂。这次我单独行事，结果功败垂成。原来伏击为妃的罪魁祸首是你，拉出去斩！是。好。如今真相大白，理应还吕小院一个公道，立即前往天牢传朕口谕，阻截吕小院一干人等受刑。遵旨。喝了这杯苦酒，我与相公就要暂且分别，黄泉路上再相逢。娘子放心，我会一直牵着你的手，即使前路有多黑有多难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姐姐，我们来生再聚。且慢，皇上有旨，断肠酒喝不得。吕小月、金多禄、司徒银平死刑暂缓，吕小月立即面圣。奴才参见皇上。退下。民妇叩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你少了，方才为妃遇袭，刺客当场被捕，审问之下，原来是叶庭局一个小太监，因为私怨对为妃怀恨在心，所以三番四次要将为妃置诸死地。真的？如今真相大白，你总算沉冤得雪。既然你是无辜的，那金多禄、司徒银平也是冤枉的，朕会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但是依法仍然要将你贬为庶民，而银平则被逐出宫。皇上，民妇感激不尽，但是民妇深信此事并非天意，而是人为。朕能够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我明白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凡事都要依法而行，好歹也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不错，这次这个结局并非天意，而是人为，是朕安排一个死囚假扮刺客认罪。由始至终，朕都不相信你为了掩饰身世，意图瞒骗朕而杀害为妃。纵使你并非朕的嫡亲血脉，朕与你相处20载，你的秉性如何，朕岂会不知道？伤天害理、杀人谋逆之事，绝非你所为。朕明知你无罪，但是却不可以赦免你死罪，所以这个是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。皇上为民妇做这么多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在朕心中并非寻常民妇，是朕的朝阳。皇上大恩大德，民妇无以为报。当中情谊你明白就行了。其实这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遇难收押，金多禄对你不离不弃，宁死相随，可见他对你情深意重。以后倒是千金易得，真爱难求。民妇知道。从此你要离开金銮殿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金枝玉叶
骤变为平民府，以后你要洗尽铅华了。皇上请放心，无论金銮殿或是金家，同样对民妇都爱护有加。乳燕展翅，移巢作家，他日风雨依旧，再不是朕一人为你担惊受怕，而是金家上下为你遮风挡雨，多禄情深为你拨善侦察，朕可以说无牵无挂。今天一别，皇上要好好保重。素娥眉，何其娇美，何其惊喜啊！哎呀，知道你们夫妻恩爱，何其肉麻！对呀、啊，从头到脚幸福满载，惹得他人何其嫉妒啊！哎呀，难得否极泰来，当然要好好珍惜啊，娘子，对吧？娘子，来坐。哎，那有劳了，相公。银萍啊，你今天真是焕然一新，少一分威武，多一分斯文。你这是说我平日粗鲁不斯文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弟的嘴讲道理就行，想学我甜言蜜语，应该拜我为师。哇，你们看，人强马壮，我们金家真是势不可挡。祖先保佑，金家逃过大难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否极泰来，欢心满载。嗯，对、啊，一定一定。这次是我连累大家担惊受怕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别这么说，有自己人何必说对不起呢？孙媳妇儿，你别如此见外。今天开始无伤悲，给你只碧翼双飞，二弟妹。霉运走了，好运到，祝你与二哥白头到老，二嫂。哎，不必理宫规法则，两夫妻如胶似漆。二弟妹，我也夹菜给你吃。你们不再叫我公主，叫我二弟妹，原来如此的好听顺耳。不要只夹菜给我了，你们也吃。来来来，二哥，我帮你夹。来来，抱歉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要一直夹菜给别人了，你要多吃点菜呀、啊。你的脸呢，要珠圆玉润才好看的。宝贤，宝贤，宝贤，宝贤。阿金，你不要一直吃白饭了，吃点菜。阿金，奶奶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叫你们多吃点菜。不是奶奶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是宝贤呢、啊、你叫邝宝贤。奶奶，你刚才叫我阿进哦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我不叫你阿进，难道叫你阿福啊？为什么奶奶讲话这么奇怪？宝贤是谁啊？宝贤是多福的亲娘。阿进又是谁呢？阿进就是我相公。他们二人早已仙逝。奶奶撞邪。阿奶奶，那我是谁啊？哎呀，皇安，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这位子是你坐的吗？你这是大胆呢。皇安又是谁啊？皇安是我们的家丁，骑鹤登仙走了十几年。啊！奶奶迷糊了。跟你们玩玩的，不玩怎么会好玩呢？哎，多福是像大媳妇儿，当然要一家和谐，生个孩子来喂奶。多禄就像阿进，玩叶子戏，手风顺，一家赢三家，不用进贡。哦，那华安呢？为何你无缘无故提起华安啊？华安，华安，福寿安康，80岁才归西，向他骑马出入平安呢、啊。哦，是这
被你吓了一大跳。原来娘是在开玩笑。是啊是啊，奶奶是返老还童，拿我们来开玩笑。你们金家一团和气，一家大小都和睦啊。就是见到都羡慕，听到也开心啊。有围跟银瓶也好事近了，以后啊，你们也会好像我们金家一大家子，开开心心。臣以贵言，臣以贵言。太好了，之后办喜事有什么需要帮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金家一定鼎力支持。好好。哎，等我做完所有家务，也可以帮忙的。大嫂啊，以后家里的事情我也帮忙，让我分担一下。真的，我也可以帮忙的。我是二少奶奶，你不要跟我抢啊。而且之后的日子你还要办嫁妆，没有时间了。以后我就住在这间厢房了。银萍啊，其实你到我家住就行了。不太方便的，我在这里跟姐姐可以互相照顾。银萍姑娘，房里有没有物品要添置啊？对啊，例如这个地方要不要多加两个衣箱，或者想不想多挂一些字画？枕头、被褥、花瓶、水碗不够就告诉我们了。都不用了，一切从简就好，反正银萍也不会住太久。怎么会呢？二少奶奶是银萍姑娘为嫡亲姐妹。对啊，银萍姑娘想要住多久我们都很欢迎的。银萍目前待字闺中，就自然要倚傍着二少奶，不过待我禀明父母向银萍提亲，她很快就做贵家娘。那我就不打扰两位荣荣细语了。我哪有说要跟你成亲啊，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你不要敲锣打鼓急着告诉别人。喜事何必怕公告天下呢？好事不出门，喜事传千里，对吧？我丁有为非亲不娶的。你以前一板一眼，怎么变得油腔滑调了？心有所属就定下来了，定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得到个好妻房。不害臊，谁是你的妻房啊？我们已经拜了堂，只是还没有洞房。哦，你别生气啊。一二三四，二三四六七。哎，娘子。你在干什么？在数脚步。数脚步？由这里到那里是四步，从这里到床铺是五步，再走到窗边呢，就是七步。哦，原来嫌房间小，这也难怪，跟公主府比呢，简直是天渊之别，跟皇宫比更是小巫见大巫。你也知道，你公主府何其宽敞，说句话都会有回音的。不说别的呀，光说你的茅房，比这房间还大。这也没什么不好啊。那，我从床上起来，走几步就可以喝到茶，然后呢再走几步就可以到窗前赏百花，累了的话再多走几步就可以上床将枕头拿。你真不介意房间小？我做了庶民之后才明白，居室雅致何须大，花香扑鼻无须多。真的？你说心宽好啊，还是屋宽好呢？真心是不是胜过真金呢？这当然了，做人应该安贫乐道，何须羡慕大富之家。我现在有相公，有婆婆，有奶奶。二弟妹，昨晚你不是要我把家务分一半给你担当吗？我已经把所有家务写下来了，我们妯娌二人就轮流隔月做吧。这也太长了吧。原来有这么多家务。三叔二叔，这些家务我天天做，月月做。我嫁到金家七年就做了七年，只是没人知道。哇，你们，你来听听。第一项，朝朝熬五更粥，准备奶奶婆婆早点，也就是半夜寅时就要起床。那么姐姐躺上床，闭上眼，马上又要起床了。做人媳妇儿甚艰难，有道是三更灯火就五更鸡。最近呢，我腰酸背痛的，也不想太早起床，粥熬好了摆在那不就凉了啊，不如改为七更粥啊。啊，也好啊，等到天亮了起床再来吃就差不多了。也就是辰时再熬粥。娘子啊，可以不用这么早起床了。第二项，打点每天菜单，安排膳食。哇，金家一家七张嘴，这么多人，光是想吃什么已经大费周章了。
而且每顿不能重复，还要照顾每个人的口味呢。哇，买瓜或菜，猪或牛，煮汤或羹，想到就伤透脑筋了。哎，不怕不怕，全家我最会吃又挑剔，挑选山珍海味不吃力，由我来决定最适合，要买什么菜，如何配搭，如何吃，由我每天早上告诉良辰美景，那么弟妹就会很容易，很容易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那太好了，有劳大哥帮忙啊。二媳妇儿，你再看下去啊。第三项，每天点算食物存货。没错，要每天点算杂货，哪样要添置，哪天要添置海味啊、燕菜、冬菇、瑶柱等等等等等等。买货入货功夫很琐碎，光是开门七件事就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。酱醋茶，我有妙计，可以使用算盘结账法，贴张纸，画几格，杂货粮油全用计数法，用完一瓶就在纸上画一格，拿起纸就知道该买什么，买菜也可以分成一把把，一把把。这可真是好办法，好办法。那多少家务都不疑惑。以前我负责，又不见三叔你想这个办法。因为大嫂你能者多劳，你又能干又能言善道，对吧？又貌美如花，又贤良淑德，又……那小玉确实是很能干，既是好孙媳，也是好妻房。总之娶得小玉妻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也对，我这妻子是有口皆碑的。有口皆碑。你看看你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吃个冰糖葫芦吃得这么开心。我在吃的不是冰糖，而是堂而皇之的糖。何其深奥！以前是公主，居于深宫之中，敬畏森严，想要出来民间谈何容易啊！何况买街头小吃。这也是金枝玉叶，出入必定前呼后拥，就连膳食都有宫婢用银针试过，哪会如此自在？当庶民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买街头小吃也行，蹲在地下挑玉佩也行。大娘子不说我还不知道，原来当庶民有这么多的好处。那以后我与娘子就……娘子娘子，人总得有名有姓吗？我不想叫吕小月啊，我想要你帮我取个名字。也好，咦，有红风车，就姓红叫风车吧。不好，不好听。哎，有马饼，那你就叫马饼吧。不许你乱说。取名字讲的是触机，我只要眼所见心所想那就行了。这样好了，把朝阳反过来叫杨昭。杨是姓，这挺好的哦。那你以后呢就是我的爱妻杨昭。杨昭要吃包子。杨昭想要吃，相公立刻买。那以后就相亲相爱，买包子吃包子，我们想要很多个包子。白贵妃驾到。参见韦贵妃。德善，你身为大唐的公主，一切言行举止都要得体啊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学习琴棋书画，而且是谁安排的？三公主乃是金枝玉叶，午膳怎么能够只有包子面条米饭如此寒酸？是我吩咐司膳房做的，一个人吃不完太浪费了。包子白饭是我叫他们做的。你岂能视公规如无物？膳食数目是不可以胡乱更改的。金枝玉叶公主就要品山珍尝燕菜，慈善房任意妄为理应受罚。韩公公。奴才在。立即传本宫口谕，慈善房有违公规，慈善罚扣除半年俸禄，掌膳进家人探望一年，住女史就判入报事做苦工一个月。恳请韦贵妃从轻发落，千错万错错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你是大唐的皇族，岂会犯错？有错也是奴才的错。如果让人知道公主犯错，岂不是贻笑天下？岂止司膳房要受罚，飞燕与你二人都要受罚。请韦贵妃恕罪，每人罚扣除俸禄半年。谢贵妃。
忠言向来逆耳，但本宫不得不提醒德善，如果你不想你身边的人动辄得咎受到责怪，那你就要谨言慎行，不要再违背宫规，不然的话受苦的就是身边的奴才了。皇上对三公主宠爱有加，三公主才会如此任意妄为。哼，我就是要她知道，在宫中掌实权者乃是本宫。这次隔山打牛，她应该知道听贤音知雅意。如果她听我的话就算了，不然，今日的德善也就是昨日的朝阳。谁敢当本宫的绊脚石，本宫就把他踢走。参见贵妃娘娘。嗯，不顺风的底细你查到了吗？禀娘娘，奴才已经派人查过，但是相当奇怪，这个太监的底细竟然无人知晓，就连他何时入宫、祖籍何处、家乡何在、有何亲人，通通无人知晓。莫非有人为他掩饰隐瞒？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，动过手脚。本宫明明派王家栋去当刺客，怎么会横生枝节跑个公公出来认罪，把他的底细抹得一干二净？这个人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有如此能耐者就只有一人。娘娘的意思是指皇上？皇上一向都疼爱朝阳，为求救他一命，设计令他脱罪也不足为奇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哎，我们暂时不可轻举妄动，要静观其变。是，娘娘。贵为公主，进食必须具典范、守礼仪，咀嚼无声息，张口不露齿，三分为之饱，慢食莫闲迟。轻轻地夹起来，小小口慢慢吃。哦，哎，公主。所很精致，娘。是这个长命锁，是当时我答应做给阿四的，多番阻延，到今天才做好。虽然她现在已经贵为公主，要封得封，但我仍希望履行我的承诺。你还是喜欢阿四？娘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心思？你一向都是情深意重。可惜襄王有心，神女无梦。对不起啊，多寿，其实是我有门户之见，我曾经劝阿四退让，希望他能够谅解我这个当娘的心情。那阿四他怎么说？他说对你并无非分之想。他也跟我说过，在他心目中就只有当日救过他的白马少年。我想是阿四特意成全才会这么说的。对不起啊，多寿。哎，可能是天意呢。阿四现在已经贵为公主，今非昔比，轮到我金多寿配不上他才对。没关系，奶奶，就从头再来呀。娘，坐坐。
去跟阿斯说倾慕他，有心不怕迟，十月都是拜年时啊。嗯，你也在这里，走吧走吧，去衙门找有为。娘，找有为做什么？找他做媒呀。介绍个姑娘给多寿做妻房。我让多寿死了这条心，不要再喜欢阿四。成亲呢，一定要门当户对，少爷绝对不可以娶下人的。奶奶，为何你变得这么快啊？是啊，娘，你刚才又叫多寿去找阿四，现在又叫他不要喜欢阿四，到底你想说什么？哦，奶奶又在跟我开玩笑了。现在什么时辰呢？啊，去吃饭了，我们去吃饭了。吃饭？刚吃过饭了。小傻瓜，吃什么饭啊？去神楼给祖先上香。上香？我们刚刚才上过香。是啊。我要去吃饭，我好饿，要去吃饭了。我饿了。奶奶。娘。哎呀，娘，奶奶是不是生病了？立刻派人找大夫。情况怎么样？奶奶服了凝神药，睡着了，让她好好休息一下。嗯，莫大夫，我奶奶生的是什么病啊？经我仔细诊断，太夫人罹患的是呆症，此症病症乃是记忆衰退，时辰日子颠倒错乱，陈年的历史，以往的旧事可以如数家珍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事，反而一回头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怪不得娘记得找有为做媒了，但是却忘记今晚已经吃过饭，上过香。大夫，请你立刻开个药方，人参也好，熊掌也好，就算天山雪莲也好，再贵的药材我们都会买给奶奶吃。可惜现在弟妹已不是公主，否则可以找御医来诊治啊。聘请御医恐怕也爱莫能助。此病是不治之症。是的。啊，目前你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让患者开怀。懂，让奶奶开心，让奶奶笑，尽量让她多动脑筋，多思考。懂了，多用脑就衰退的没那么快。哎，怎么都在这儿呢？奶奶你醒了。娘，奶奶一二三四正好可以打场叶子戏，我不喜欢打两个人的叶子戏，走吧，去打吧。好，走。时已夜深，打四圈就好。哎，打得不过瘾，不行。都半夜三更了，打八圈好了。我不会打得太久的，打十六圈就好了。好。嗯。啊，打。不打不成器。打十六圈快过过冬啊。好吧好吧，那好吧好吧。我先声明啊，不用让我老人家的，我打牌自成一家，不靠上家，一家赢三家。打了十六圈了啊。哎，有没有听到计提了？结算结算啊，下回请早。奶奶娘请收钱。那奶奶一家赢三家。奶奶最厉害了。哇，奶奶实在太厉害了，打遍天下无敌手啊。是啊，打得另外他们三个人毫无还击之力啊。奶奶你赢钱是易如反掌。那快点回房睡觉吧。来收钱。好，慢着。哇，这张是什么？叶子戏有九张牌吗？你吃假胡了。怎么这样啊？你们三个小子在后面呢，移形换影，通风报信。那还有你啊，快快快，催催催，催得东风变西风，椅子都没坐着，哪有打了十六圈呢？把我当三岁小孩还是失心疯啊？你们不喜欢跟我打叶子戏就直说，何必要敷衍我呢？我打叶子戏啊，也很讲骨气的。别生气啊。奶奶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精明呢？哎呀，娘啊，不要生气。哎，他们这些年轻人怕累，哎，我这个年纪不怕的。再打再打。那这样好了，奶奶，
由我们三个男丁补上，好吗？反正我也想打叶子戏，想得快要疯了。来来来，换风换位子啊！好，由第一个圈开始打。好，从头打啊！奶奶在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日上三竿了？你们一个个睡眼惺忪。好了，白棋，结算啊！又结算？奶奶刚才结算过了。别想赖账，别以为我老人家的记性不好。结算，快！哎，给，再给一次啊！来！哎呀，我早说会一家赢三家了。侄儿又精明，侄儿又迷糊，真是被他弄得晕头又转向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娘，有一张喜帖。是吗？是谁请客啊？大寿还是成亲啊？陈老爷啊，陈夫人呢，替他纳妾。哎，真是难得，很少女人有这么大量，肯让别的女人进门，是不是啊？那是迫不得已，因为陈夫人无所出。他把他相公把他休了，就装好人替他纳妾喽。原来是有苦衷。哎，其实陈老爷呀不会选妻房，起码要选个后方有肉，起码生个四五六。啊，夫人呐，你嫁给我的时候也不是这么珠圆玉润的啊。哎呀，我可不同啊，虽然我生得窈窕潇湘，但是我腹中有一块姜，就是我腹中有火啊。有火呢就是有后的意思。虽然我只生了有为一个，但是他集天地之灵气，我这个能干儿子啊，一个顶十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写了和府同寝，全家人都要去啊。好，我到房间去找一件轻巧之物当礼物。啊，夫人呢，我们跟陈老板总算是有一番交情，重一点的好吗？哇，娶个妾室而已啊，谁知道旺不旺夫啊？万一娶了这个妾室回来还是生不出来，又娶一个，又再请一次客，那我们不是亏本了？你这傻瓜呀！哎，爹，算了吧，你算盘没有娘打得精啊。你娘啊，还笑别人无所处呢。傻人自有傻福分，只要娘幸福，我们就心足。这也对啊。对了，你娘啊约了补一补，替你跟银平合一合年庚八字。虽然这个年庚八字根本不是你的，不过这场戏还是得要演。没有关系，只要能顺顺利利。合过年庚便可成亲，八字合一，夫妻和顺啊。好啊。好，这里是有为的年庚八字，请你看看。好啊。哦，癸未年属羊啊。哎，是啊，我跟他一个生肖，纯如羔羊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他命却很硬啊。啊，是吗？他命途坎坷，儿时曾经有一场大劫，在鬼门关兜了个圈，他幼年是不是得过重病啊？啊，有吗？有一次他发高烧。对呀，病得迷迷糊糊的。对啊。哪有啊？很久了。对，很久以前，不要提了。还是说八字吧。说说八字合不合？说说八字。男的属羊，妻房千万不要属虎啊，否则就会相冲，送羊入虎口，不行啊。哦，正好我是属虎的。哦，那你就是生于庚寅年了。事实上生肖相冲也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最重要你不是生于七月，不是月尾，看能不能逢凶化吉呀。好啊，七月还是月尾啊？那怎么样？七月乃是鬼月，月尾至阴至寒啊，相冲相撞犯刑克呀。相冲相撞又刑克，那就死定了。不要紧。最重要是延平姑娘她父母双全，这样就可以天机补不足了。那我无父无母啊？我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最重要是你兄弟姐妹众多，譬若北辰，众星拱月，那就可以补不足了。我没有兄弟姐妹啊。那父母双亡是不是表示命硬啊？是啊。孤枝独叶是不是刑克？当然了，孤阴不长，独阳不生。
哎呀，他的命格乃是天煞孤星，生人勿近呐。他让他们成亲会怎么样啊？他让他们成亲，就会处处碰壁，喝水塞牙缝，放屁扭了腰，随时被人拿着根扫把往头上一拍。啊，夫人，相书上是这么说，运可以改的，只要买备金珠，三生九里去还神，成亲的祈福就可以消灾解困了。是是，可以改的，可以改的。那我老爷说的行不行得通啊？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呢？行了，不用说了。哎，啊，夫人，娘，啊，夫人，娘。其实和八字也未必准确。那当然，正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。娘啊，我听二表哥说，这个卜一卜，时灵时不灵，不可尽信的。照我说，人定胜天，三分命理啊，七分人为啊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也对。我最近鸿运当头，红光满面，不可能会那么倒霉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当然了。啊，这什么？呸呸呸呸呸呸！百无禁忌啊，哪来的冥纸啊？哎呀，怎么大白天的有人烧冥纸啊？有人在录记呀、啊。不行，我要回家拿柚子叶冲冲。哎呀，娘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干嘛拉着我不让我走啊？夫人，你没受伤吧？哎呦，你没受伤吧？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啊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一会儿扫把子要拍下来，我想运气好都不行了。我真是倒霉呀、啊！卜一卜讲的对，八字不合，相克又相冲，我这能不死都不行了。娘，夫人，大好姻缘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真是冤枉！那个年庚八字根本就不是你的，可惜不可以告诉娘啊。可能跟银瓶没关系，是你本身的八字行克，所以才连累了夫人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望了天，众星光灿烂，那似我心美丽，自信心能目空一切。伴你走，纵千载百年，也会信守一世，爱到底，似金坚全万世。算千金不可买，愉快的美梦，开心都可感染。艳阳照片，清风都暖，水也是甜。就算飞出天边，你合百千遍，闭上眼许个愿，还是有。